杜子生。林子生已经死啊，今麦我已经重新投胎啊，我就是专心的杜子生，是甲一切打伫个卡底的人。真好，我独棍阿囡仔就是爱安尼。所以，你真正要台湾？你讲的就是。去看麦啊！我就怕输你，我得帮你走。你根本就无可能打赢我，你哪会浪费你的困难啊？跟你拼，你无够资格啊！你敢打我后生，我就加倍害你。这卡是为了我家己赚的，赚你较早对我的侮辱，赚你较早对我的糟蹋。算了，我就要替恁老爸来教死你啊！你不是讲过，还要表示对你忠心，这就是上好的时阵啊！你家家怕死啊！我是要等到什么时阵才能得到你的认同啊？我拄仔听你讲，怕输伊就要放你走，我搁听准你是想要放水。这口白目个囝，我足早都看袂顺眼啊！今日无简单，才伫我手头，就算讲你无愿意动手。我嘛袂当你耍。哦，原来伊爸你是着爸，无怪啊。就算讲伊爸甲你真正有结拜，你也是毋肯放伊耍，是伊该死的。你的人我已经甲伊稳断泥沙啦，讲到伊是要创啥？啊，毋过讲到这点，我确实比较爸合心。不管较早这友情哦，该安怎深？那是无讲咯，就是敌人，侮辱着你，就是侮辱着我，我袂放你耍。